哇！伊真正祈祷袂煞，他真的祷告不停。
细胞，这些癌细胞，从得着两手，就跟着两手，得
对着这两手的身边，跟着两只手的身边，所以两手拢完全无力，所以两只手都没有力，袂振动，不能动了，我一直揪起，一直萎缩，哦，两只手一直揪，两只手一直，回包不了，只受到皮包骨，伊讲吼够可怜，他说非常，因变二十几岁尔呢，儿子才二十几，手骨吼。像一百岁啦，手骨啊，这只手像一百岁的人的手一样。哦，我拢袂紧张，不能动，一直揪起啊，一直萎缩的。而且妈妈，这当妈妈的啊，逐天甲伊复健，每天叫他复健。这个健复健这两双手，你看他这样复健这双手，哦，到这个末期的时阵，到末期的时候，安尼对发现到末期拢两单的时间，从发现到末期大概两年。哦，到这末期的时阵啊，到末期的时候，拢袂困着，都睡不着，夜时也袂困着，白天睡不着，暗时也袂困着，晚上我足艰苦，很痛苦。所以讲到这个时阵啊，他谈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伊咧甲伊讲到这个时阵啊，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伊讲一句话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哇，真正安怎呢？我真的是，要哭无目屎干啦，欲哭无泪，哦。哎，你讲的时候，我迄阵那个听到紧张紧张了。当时他在说的时候，我听了还是觉得很轻松。因为要考无话赛吼，这听下电视咧采访嘛，伊嘛讲要考无话赛，伊嘛讲要考无话赛。因为经常看到电视在采访，跟人家说要哭都没有眼泪的。我听到伊讲要考无话赛，我心肝咧紧张紧张了。我听他说要哭，哭不出眼泪，觉得还很轻松。我心肝想讲这句话吼。我听听听的，我心里在想这句话，我时常听到。要哭无目屎，要哭没有眼泪。想袂到吼，但是想不到的。我当安尼想的时阵，我在想的时候，伊就讲，他就说了，为什么要哭无目屎？你讲真，为什么要哭？哭不出眼泪。伊都解释了。那还解释？伊讲哦，自阮囝检查到癌到这个末期啊。他说：“自从我儿子检查到有癌细胞到末期，才两天啊，才不过两年。我才两天来的呀，流足济足济目屎啊！在这两年里面，我流了很多的眼泪。我的目屎拢已经流干啊，我的眼泪都流干了。我流到讲哦，要哭，无目屎通啊流啊啦！我眼泪流到要哭，都已经没有眼泪了。流足济足济目屎，已经流了太多的眼泪了。哦，不是，哦，我听一个啊。”我一听，我就感觉讲，哦，这妈妈啊，个这囝哦，真正足可怜呐。觉得这个当妈妈的儿子都很可怜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哦，我就感觉讲，哦，我来要哭无目屎，就是真可怜哦。啊，所以当时我才晓得，原来要哭哭不出眼泪，就是这么的可怜。哦，而且妈，所以伊过来告诉啦，他还在说的时候，我就说。就足认真去听，我就很认真的在听。我想讲，这个人哦，经过这么痛苦的代志，我想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，伊的经验嘛，咱爱去听啊。他的经验，我们必须要听。所以，对，我认真的听。可我很认真的在听。所以我认真变听下去了。当我认真听的时候，伊又再讲一句哦，他又说了一句，伊讲哦，咱人在这世间，我说我们人在这个世上，不管有钱也好，无论是有钱也还是无钱，或者是没有钱哦。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，闹一个不平安的人，面对一个不平安的人，都足痛苦的啦，都是很痛苦。伊讲安尼时阵，我忽然间哦，他讲到这里，我忽然间对心肝咧造出一句话哦，他从心里面讲出了一句话，平安就是福，平安就是福。所以我咧说呐，伊讲一个家庭，不管你。有钱无钱啊，有这个无病啊，足痛苦的。他说：“无论哪个家庭，不管有钱没有钱，都是有一个不平安的，都是很痛苦。”哇，我心肝感动哦，平安就是福。我心里面感动就是说，心平安就是福。我也是在这么说，哎，其实哦，平安真的要紧啊。啊，我心里就觉得平安很重要。你看我在想啊，我在想，有影哦，真的。啊，我囝啊，甲伊囝同款啊。我的儿子若像他的儿子一样。我还在我痛苦啊！那不晓得有多痛苦。这种痛苦我可能打不起呀、啊。这种痛苦可能分担不了。真正有够痛苦的痛苦。真的是非常的痛苦。哦，所以哦，一旦平安就是福了。因此才说平安就是福。所以呢，我念书呢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是见你，我就赶快的。外面呢，
我家庭得平安嘞啊！我要什么？那我们家庭就平安重要点嘞啊！今天平安，我们要对神家得到平安嘞。我要怎么从神那里得到平安？哦，我能够平安过来呀嘞！如果是没有平安就糟了。那我爹害我嘛害嘞！不止我的儿子糟糕，我也很糟糕。我担不起嘞，我担不起。哦，所以我需要平安。所以我需要平安。哎，还没有对神家得到平安。那要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？当然，我第一人想到。当然，首先想到的。哦，因为圣经有讲。因为圣经上有说。你出来听。怎么住的所在呢？在出埃及第十五章。哦，你来听神的话。你要听神的话。哦，修耶一切诫命。守他一切的诫命。哦，安尼神啊，哦，伊就无加在埃及人的病加在你身躯啊啦。这样神就不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到你们身上。神是医治啦。神是医治我。哦，啊，都让我想到的。又让我想到。就是一个人叫做希西家。有一个人叫希西家。那来看这个就容易。内容记哈，我们请看列王记下二十章。内容记下二十章，那记载一个叫西西家。列王记下二十章记载一个王叫做西西家，伊嘛是患病啊，他也是生病的。啊，这个病啊，哦，内患病啦。啊，这个病活不了了。所以神啊，太先知啊。所以神差遣先知。去跟伊讲，告诉他，讲你会死哦，你会死，你这个病会死哦，这个病会死。啊，你哦爱老。神有讲，讲你要留遗言咯。啊，神有交代，你要留下遗言。哦，啊，这个，这个是，这个西西家王安尼讲出来。这样告诉西西家王。哦，这个西西家王啊。这西西家王。听到了。一听的时候。因为伊用病到可能真严重啊。因为他病也是很严重的。哦。啊，结果啊，神都派先知来甲讲。啊，神要差遣先知告诉他。讲你这个病。一定要死，这个病会死。啊，你要留遗言，要留下遗言。哦，所以先知讲了，所以先知说完之后，出去啊，出去了，伊就记得，他就祷告，伊讲神啊，老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，在你的面头前，在你的面前，存完全的心，我存完全的心，听先知的书，行诚实，做神看为善的代志，做神看为善。哦，你要痛苦，在那里痛苦。哦，可能怎样？让你知道，会真正无平安，吃真苦。难怪这个妈妈讲，伊目屎流到甲无目屎通啊流。难怪这个妈妈说到流眼泪流到。你要看这个医生家王啊，我们看这个，伊一个病的时阵啊，当他病的时候，伊个是祈祷的时候啊，他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伊就是痛哭。他祷告就痛哭。一个王啊，一个王，伊个痛哭，在那痛哭，可能就痛哭，肯定。所以我们想到老大人，所以我们想到老人家，想到破病人，想到生病的人，哎。伊真艰苦嘞，他很痛苦。哎，咱有阵时啊，平安的人未当去体会讲，去病痛人偌艰苦。我们平安的人有时候不能体会生病的人到底有多痛苦。哦，为了病痛人的艰苦，有的生病的人叫痛苦。身体讲啊，哎，无啥力啦。啊，那算什么？哦，实在是唔对，这是错的。哦，这病痛中间人痛就痛苦啊，在病痛当中的人是很痛苦。我来看这个西西家，我们看这个西西家。内容记下二十章，内容记下二十章，内容记下二十章，内容记下二十章。四百八十八页，四百八十八。我要四百八十八页。这位兄弟，四百。内容记下二十章，内容记下二十章。你是伊第一章，第一节。你是伊西家病甲要死啊！阿摩斯的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伊，对伊讲：耶和华安尼讲，你着爱留遗言，予你的家，因为你的确会死，袂当活。第二节，伊西家着转面朝墙，祷告耶和华讲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，在你的面头前，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。有时候你眼中看为善的，伊西家就痛哭咯。第四节，伊西家出来，还未到中年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伊讲：你倒转去，甲我的面的君伊西家讲，耶和华你作的话是安尼讲：我听到你的祈祷，看到你的目屎，我得甲医治你。到第三日，你得甲会当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现在我要加进你十五天的火烧，并且我要救你，把这个城脱离阿述王的手。我为家己甲我的仆人大卫因国，更加保护这个城吼。感谢主！啊，这段就是以西家就病要死啊。这段圣经就是记载西家生病要死的。哦，而且痛哭，而且祈祷，在那边痛哭祷告。哦，
啊，结果啊，神听了他的祈祷，结果神听了他的祷告，神看到他的目屎，神看到他的眼泪，神的话马上要临到，神的话马上要临到。那先知哦，我今日到中医呢，啊，先知刚走到中医而已，哦，无可能，无两三分钟了，啊，可能不到两三分钟，因为医生刚说祈祷，因为医生加上马上，啊，祈祷还无几句呢，祷告还没有几句。啊，神啊，求你纪念我。神啊，求你纪念我。存完全的心。存完全的心。听诚实的书。行诚实的书。做神看为善的书。做神看为善的。他就底下痛他，就痛哭了。哎，几句呢？只有几句而已。哎，神马上，搁来一回搁临到伊，这个以赛亚先知。神的话马上临到以赛亚先知。叫伊等啊。叫他回来。去甲医生讲讲。告诉司机家说。我看到你的目屎。我看到你的，我听到你的听到你的祷告，我要给你医治，我要医治你，我要加添你十五天的会时，要加添你十五年的手术。哦，所以确切让人怎样？啊，从这里让我们知道，那不平安了就痛苦了。啊，没有平安起来痛苦。哦，但是咱就需要神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很需要。像医生家就这个病会死的，像西医家这把这个病会死的。哦，感谢主得到神的帮助，感谢主得到神的帮助。哎呀，祈祷啊，无几句呢。我祷告也没有几句。哦，神的帮助就够了，神的帮助就够了。所以，咱们足希望讲哦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啊，咱伫足痛苦的时阵，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，哦，咱咧祈祷，我们在祷告，哦，神咧看到咱的目屎，神看到我们的，神咧听到咱的祈祷，神听到我们的祷告，哦，啊，祈祷无几句呢，祷告没有几句而已，哎，神咧稳定就点噶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哎。其实咱的平安真要紧啊，所以说平安很重要。哦，咱们要得到平安，我们要怎样得到平安？其实修道理嘛，真要紧。其实所道理也很重要。哦，因为神的眼睛看过异人，因为神的眼睛，神的耳根是要听异人的祈祷，神的耳朵听异人的祷告。哦，所以这个异世界，所以这个异世界有修道理哦，他真的是有守道。你讲神啊，有神啊，有你纪念我，所以纪念我。在你的面头前，在你的面前，哦，我就是存完全的心。我就是听先知的书，我是行诚实的事。我就是做神看为善的书，我就是做神看为善的事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啊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伊，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他。所以讲，咱慢慢爱怎样？所以我们要知道哦，实在是神的帮助真重要啊！啊，实在神的帮助很重要。哦，啊，结果啊，伊这个。我咧讲这个妈妈啊，这个刚才说的这位妈妈哦，啊，伊安尼，伊安尼，足痛苦足痛苦的时阵，当他在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，伊要哭无目屎的时阵，要哭哭流不出眼泪的时候，哦，啊，看到这个囝，看到这个儿子，到这个国旗，到了国旗，哦，啊，痛苦啊，真的痛苦，拢袂过去。睡不着，夜也没困着，白天睡，暗时也没困着，晚上也睡不着。这个搏击的心这么痛苦，在这个末期这么痛苦，哦，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哎，神就安排咱台东，神就安排我们台东，啊，咱就一对夫妇啊，一对夫妇，啊，就去到台东佚佗，去到台北游玩，哎，啊，拄好因亲戚啊，刚好是他的亲戚，哦，啊，爱去找这个姊妹啊，去找到这位姐妹，嗯，啊，这姊妹就讲。这姐妹就说了：“哦，我这亲戚啊，有一个足可怜啊。我的亲戚中有一个很可怜。啊，阿姨，囝眼前无期啊，足痛苦啊。当然，儿子癌症末期很痛苦了。哦，哎，阿那这姊妹啊，该听听到。我们这位姐妹，他们听到了。哎，那就来告，就告诉他。啊，我们那个关心吗？不然我们去关心。那就重点关心，就再去关心。去的时阵啊，啊，这慢慢就告啊。”每日拢袂困，就痛苦，就痛苦啊！我儿子日夜都睡不着，很痛苦。我问那个帮助祈祷好不？不然我帮助祷告好不？哦，问那个祈祷耶稣帮助伊好不？来祷告耶稣来帮助他好不？好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爱就来祈祷，就来祷告。啊，正在祈祷的时阵啊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哎，伊竟然困哩，他的儿子就睡着了。哦，那个困啊，足入眠的啊，儿子睡得很熟，困得足甜了，睡得很甜。我见妈妈看见。这妈妈看到了，哇！你个激动了，我假装会困着。你看你祷告我了，困到这么低，而且睡得这么甜。我见妈妈就感动了，这妈妈很感动。哦，所以还讲，就告诉他，哇！你个激动，总会困呢。你一祷告就睡，困到足低足好个呢。这么
五十多岁啦。啊，但是我从小一直拜，拜到现在五十几岁。哦，我要叫我卖拜，要去祈祷耶稣，怎么做袂到呢？要叫我不要拜，去祷告耶稣，马上做不到。哦，所以你个祈祷真好啦，我袂使啦。啊，所以你们祷告很好，但是我不行。我们家里苦钱钱够了。哎，我的儿子能够。所以啊，这个人家信主啊，我们这个信主，一直连到罗湖教会。啊，连到罗湖多教会。哦，连到湖南会教会。连到福州的教会。哦，继续去给人帮助人祈祷，继续去帮助他们。所以建议啊嘛。所以他儿子从今后。因为他困在竹林啊。都能够顺利填。哦，还蛮欢喜。他也很高兴。但是有一个查某囝。但是他有个女儿。哦，就是伊呢，这个青年阿姐。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姐姐。我真关心这个小弟，很关心这个弟。我爱有法度接受耶稣。他会接受。这个妈妈最近啊，拜到五十多岁，伊讲要叫我吼，卖拜要来接受耶稣做领导。这个大妈妈呢，从小拜到五十几岁，所以接受耶稣可能做不到。但是这姐姐有法度。但是这个当姐姐的她有。哦，这个姐姐愿意来教会。这个姐姐愿意来教会。哦，我所以就来教会。哦，我来教会啊，哦，得到圣灵。来到教会得到圣灵。等你跟妈妈讲，而且告诉我妈妈，妈妈，有钱教会真好，有一个教会很好，有神同在，有神的同在，有圣灵，有圣灵。哦，我今天去教会，今天我去教会，我嘛得到圣灵，我也得到了圣灵。哦，哎，妈妈就讲，妈妈就是啊，圣灵无啥物啦，啊，圣灵上不了。哎，你还记得我那噜噜噜的圣灵啦？啊，这个噜噜噜就是圣灵，大家蛮晓，大家都会的。哎，无啥物。我这早叫我妈妈，女儿就说了：“妈妈，哎，你心强呢，哎，你的心很硬哦。”啊，这个，哦，不积极了。有一天，那这个信教的他们，我们的信徒就告诉他：“我带妈妈，我带妈妈，我给你问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”你问一个问题，你讲什么问题？你问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你讲人党哦，我们人，敢有灵魂啊？有没有灵魂？人有灵魂不？人有灵魂吗？哎，而且带妈妈的错。他妈妈就说了：“哎，伊唔捌听过道理哦，他没有听过道理，伊嘛无要信耶稣，他也不信耶稣，哎，但是伊足巧哟，但是他很聪明。他问讲，咱人有灵魂无？问他说，人有灵魂吗？伊讲，咱人就是有灵魂才会活。他说，我们人就是有灵魂才会活的。那不有灵魂，这灵魂啊离开啊，人就死呀。都是灵魂一离开，人就死了。啊，咱人有灵魂。”人就活，人有灵魂就会活着。所以咱人有灵魂，所以人有灵魂，有灵魂才活，有灵魂才能够活。哦，所以有灵魂，人有灵魂。我刚才作业回答了哦，多个信件赶快哦。啊，感谢上帝所回答的这信件。现在快点龙地上十七章，看列王记上十七章。列王记上十七章，列王记上十七章。约圣经四百四十五页，约圣经四百四十五页。列王记上十七章，列王记上十七章。十七章叫一个，哦，叫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哦，伊的囝死去啊。对，记载一位撒勒法的寡妇，她儿子死掉。哦，啊，伊的囝死去，容易请先知来帮助伊囝祈祷嘞。他儿子死了，他要请先知来帮助祷告。哦，看看这个二十一章。我们看二十一节。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一章。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一。这个伊利亚先知啊，三代发现囡仔的身躯啊，伊还求告耶和华神讲：耶和华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予这个囡仔的灵魂永远伫咧伊的身躯。耶和华应允伊利亚的话，囡仔的灵魂永远伫伊的身躯，伊就活了。好，这个所在。因为这个囡仔死去啊，因为这个孩子死掉，啊，伊利亚就了记得，伊利亚就在那里祷告，神啊，我神啊，有你有这个囡仔的灵魂，当然也幸福啦，神你让这个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上，哦，神就听先知的记得，神就听先知的，我这个囡仔的灵魂就到当然也幸福，让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上，这个囡仔活啊，这个孩子就，所以人有灵魂才会活，所以人需要有灵魂。灵魂啊，离开去啊，无灵魂啊，灵魂都离开了，没灵魂了，那个死去啊，人就死掉。所以咱人就是有灵魂，所以人就是因为有灵魂。哦，所以这妈妈加健康观念，所以这个妈妈很正确的观念。哦，啊，那就信得很快。我们这个信徒就告诉他，啊，咱人有灵魂，人有灵魂。啊，恁囝，儿子，是吗？眼睛忘记，这
情了，癌症末期了，乃好起来，又能够好起来，就感谢啊，就非常感谢。但是万一呢？但万一呢？一那不好，若不好，怎么好呀？哦，还有灵魂啊，他有灵魂。啊，你是希望伊这个灵魂去天国，还是希望你这个灵魂去阴间地狱？那么你就希望你孩子的灵魂将来是去到天国，或者是灵魂下到阴间地狱？哦，伊讲哦，哎呀，这足重点的啦、啊。他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是很困难。我都唔捌想到这点。我从来都未曾想到这点。我叫有灵魂。哎，即马无记啊！啊啦，若死去只灵魂，灵魂是要去天国啊，是要去阴间地啊？啊，我儿子有灵魂，都真的死了，他这个灵魂到底要到天国？啊，这最重要，我那拢唔捌想到啊！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都没有想过呢？我，伊讲吼，我当然嘛，希望我囝灵魂去天国。他说，我当然是希望我儿子灵魂能够上天国。哦，啊，但这现在，我们先不要说了，哦。当然，耶稣咱天顶的神讲，因为天上的神耶稣有说，哦，那无接着耶稣，无人会当到天国。说若不接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够到天国。哦，信耶稣和洗礼才当得救。信耶稣接受洗礼才能够得救。无洗礼天堂生，没有受洗重生，未当进神的国，不能够进神的国。哦，所以咱这信人讲，这个信徒。你希望你的囝的灵魂会到去天国？你希望你儿子的灵魂将来能够到天国？一定爱借着耶稣，一定要借着耶稣，还爱洗礼，而且要受洗。哦，完了才得救，才到去天国，才能得救到天国。哦，那你有人讲，他这样说，为着我的囝的灵魂，为了我的儿子的灵魂，会到去天国，要能够上天国。我管你接受耶稣了，我愿意接受耶稣的。哦，我做你。伊嘛是真正个囝，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。哦，所以安好。好，伊就要参加祈祷，而且来参加祷告。啊，有一边咧祈祷时阵啊，有一次在祷告，伊甲伊囝个信教咧祈祷时阵，他跟他的儿子在跟信徒在祷告的时候，伊囝得着圣灵，他的儿子得到圣灵。啊，得着圣灵时阵啊，得到圣灵的时候，哎，伊个看，我看他，伊囝吼四讲话已经拢袂叮当个手四讲话。他的儿子的双手四个月不能够动。这爸妈上了解啊。这个大妈妈，那手一直丢去啊，那手都皮包骨啦，缩着皮包骨。啊，这个妈妈食饭那个福气啦。啊，这妈妈每天都为他付钱。哦，所以四个月袂叮当的手啊。所以四个月都不能动弹。想袂到，因祈祷得到圣灵，就要送来伊啊，甲伊。想不到祷告得到圣灵的时候，耶稣让那手举得直直。我一看到伊囝呢。得到他的儿子这样，得到圣灵像手甲要提提升啊！啊，得到圣灵双手都举得高高的，伊安尼看到是足感动啊！啊，看了非常的感动，哇，足激动啊！非常激动，哇！啊，结果伊讲伊安怎喊啊？结果他怎么喊呢？伊把你激动呢？因为他也是当时也是在祷告，看到伊囝咧足激动的，看到他儿子很激动，啊，看安怎啦？怎么喊呢？我讲得救，得救，得救！他说得救，得救，我囝得救，我的儿子得救。他激动说。他说他儿子得到圣灵。哦，我嘛要爱呢。我也要。我嘛要爱圣灵。我也要圣灵。啊，结果。结果呢？哦，我还够圣洁。刚好又有信徒进来。哦，啊，又祈祷一拜。又再祷告一次。哦，结果祈祷一拜时呢？再祷告一次。万一得到圣灵。换他得到圣灵。哦，一共得到圣灵的时候呢？他说到圣灵。特别充满。特别充满。不一辛苦，我怎么震动？啊，这个身体大大的震动。哦。他都讲灵言啊，而且说灵言，啊，伊都说，祷告结束了，啊，伊都说时阵啊，祷告结束的时候，伊就安尼讲，他就说了，啊，伊讲哦，耶稣就是真神，耶稣就是真神，真神的真耶稣教会，真神在真耶稣教会，我竟然到今麦才知影，我竟然到今天才知道，啊。我想问知影，我太慢知道了。原来耶稣就是真神，原来耶稣就是真神，真神的真耶稣教我，真神在真耶稣。我想到到今麦才知影，为什么到现在？所以刚刚讲到这件代志啊，所以那一天说到这件事，哇，我怎么哭？我在那哭了。啊，结果，结果呢？啊，
一关的口，还有说了，一些到神离咱无远啦。其实神离我们不远。我才拄仔讲，我听这个圣言足好诶。那天我说到，儿子得到圣灵很好。我嘛免喊，我也要。结果神拢听到，结果神都听到了，神都甲圣灵。神叫是圣灵给我。你看这种圣灵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得到圣灵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快乐，非常快乐。哦，一种快乐，我形容的快乐。哎，那种快乐是没有办法形容。那首先嘴里有空的。像最近我说了。哦，耶稣讲嘴大了。耶稣说口渴了。你带来跟我讲。对，到我这里来。耶稣，哦，要让伊腹肚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耶稣要让你的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哦，主耶稣讲这是指着信你的人要得圣灵。耶稣说这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得到圣灵。所以讲我一定就圣灵充满时阵。所以当他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。非常非常的欢喜，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伊得到圣灵，伊爸爸得到圣灵啊。他得到圣灵，他儿子也得到圣灵。哦，伊这个经文，我印象是在圣经啊。这个经过刚好应验了一本圣经。那关于所书第一章，看以弗所书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。能办了这高呀？新约269页。十三节，恁必然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迄个叫恁得救的福音。那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伊，就受了所应允的圣灵做印记。十四节，这个圣灵是咱得救的根基，一旦到神的面以上，予伊的荣耀得到称赞。哦。这十三节我听到真理的道啊！十三节说到听到真理的道，就是要咱来当得救的这个福音嘛。这是让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。哦，阿爸愿意信了耶稣基督，也愿意信耶稣基督。哦，既然信你，既然信了，哦，就受了所应允的圣灵做印记，就受了应允的圣灵当印记。哦，伊就是安尼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希望伊带领我们当得救，希望他儿子灵魂能够得救。哦，我都要接受耶稣。哦，爱接受洗礼，接受洗礼，嗯，哦，爱就讲我愿意接受耶稣，我就说我愿意接受耶稣，啊，愿意祈祷，愿意祷告，哦，结果啊，圣灵啊，就临到伊顶，啊，结果圣灵就降临在他儿子，圣灵佫临到伊，圣灵又临到了他，哦，所以非常的欢喜，所以他非常的高兴，啊，伊顶得到圣灵了，他儿子到圣灵以后，这只手，这双手全不单了，啊，这双手变成有力量了，会声音。会写字了啊，所以有的写字啊，就开始写字。写什么呢？写什么呢？他赶紧把写的，赶紧为我受洗。哦，要求赶紧写的，啊，要求赶快受洗。哦，啊，结果教会特别为写的，结果教会特别为他。写了无几页，洗礼后没有。一个要写字啊，要写字了。写什么？写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天国再会，天国再会。哇，你妈妈看的，他妈妈看了，就开口告诉他，公囝，儿子。你唔免烦恼，你不要担忧，你放心的行吧，你放心的走吧，你天国再会了，天国再会吧，哇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俺叫你离世啊，然后这儿子就离世了，哦，俺叫离世那天啊，他儿子离世那天，哦，啊，教会人打电话，教会的人打电话给他，不然教会伊妈有聚会啊，啊，我们教会晚上有聚会，我亲戚啊，伊妈伊都来教会，啊，他晚上就来到教会了，哦。啊！来个教会啊，到了教会，来参加聚会啊，参加聚会。伊讲哦，伊个心肝啊，觉得他的心里非常的清啊，啊，非常的清朗，拢无一点点啊忧伤哦，没有一点点的忧伤，啊嘛无一滴目屎哦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。哦，伊囝死迄一天啊，他儿子死的那天，伊来教会拢无流目屎，他来到教会都没有流眼泪，心肝够足清的，心情很开朗。伊讲耶稣赐给我目屎。耶稣医治我的心灵，耶稣医治我的心灵。哦，讲到这个时候啦，好，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伊大声喊一声，足大声。他大声喊了一声，我一句什么呢？喊了什么呢？我一句好，好，好，足感动啊！啊，就是非常感动，感动到流目屎，感动到流眼泪。伊讲哦，他说，你敢知影？不知道吗？两年前，两年前，我囝检查到癌，哎，我儿子检查到有癌。对迄日开始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心，拢足烦恼的，我一直很烦恼，足惊的，很惊慌，足烦恼。讲阮囝若死的时阵啊，哎，当幺儿子死的时候，
我一定无法度承受这种感觉。我可能受不了这种打击。我一定死一天。我儿子死的那天。我一定会劈下。我一定会发疯。所以我足惊，我惊死一天来教会。所以我不想把我儿子死的那一天来。一死的时候我就劈下嘛。因为他死了。我就变做一个小人的高人，也高不了我。我就会变成疯子在路上。我发到心存这样的观念，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么。所以主因也检查到噶。所以自从他儿子检查到来，伊每一工就烦恼就去来看。他说每一天都很难。想未到来今年所降温，想不到来到这一天。得到圣灵，得到了圣灵。因假死那一工，而他儿子死的那一天，伊来教会，他来到教会，伊的心足清足清的，他的心情很开朗，伊拢无流目屎，都没有流眼泪。伊发一句：“哦，我无起笑啦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发疯。”上烦恼起笑，结果伊假死一天啦。伊讲：“哦，我的心啊，这么轻。”然后再担忧他会发疯，结果儿子死了那天，他心还很……哎呀，唔那是一千年，不只是那天。哦，伊来新港的时阵啊，他生港的时候，哇，嘛是拢欢喜带兄弟姊妹啊来教会，都是很高兴带弟兄姐妹来到教会。伊到今麦已经十三年了，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十三年了。伊嘛足快乐嘞，哎，很快乐。我虽然哦，你别个见面了。啊，虽然我那一次跟他见面之后，哦，我就无个个见面，就没有再见面了。但是我听这万年人讲，那我听一些认识他的，伊拢嘛去病院咧分传单咧传录音，他说到医院分发传单传录音，哎，大家嘛真快乐，天天都很快乐。哦，所以啊，伊安尼讲，所以他这样说，伊讲我爹虽然死去啊。他的儿子虽然死了，但是不要紧，但不要紧，因为我囝吼，伊的灵魂啊，因为我儿子他的灵魂，跟耶稣同在啊，好得无比啊，好得无比，哦，伊灭了，伊亲目睭看见，啊，因为他亲眼看到，你祈祷的时阵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伊加得到圣灵，他儿子得到圣灵，四个月未叮当的手啊，四个月都不能动弹的手。这个圣灵竟然当掂个滴滴滴啊！得到圣灵，圣灵之后竟然能够举得直直的。所以伊才讲因掂耶稣同在啊！所以他晓得耶，他的儿子有耶稣同在。因掂无孤单，他儿子不孤单。因掂得圣灵不死嘞，他的儿子得圣灵又受洗。因掂虽然死，跟耶稣同在。他儿子虽然死了，但会跟耶稣同在。好得无比，好的无比。所以讲我掂虽然死啊，所以说我儿子虽然死了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阿姨哥，哦，好，我家，我家事情，那你听过啊？我本来信耶稣，啊，他说我儿子死了，他能够上到天国，不要信的耶稣，哦，所以感动出欢，所以他天天都很高兴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咱就当好好锻炼咱的后生才方便。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儿女，哦，爱好伊，耶稣同在哦，让他们有耶稣同在，哦。爱护伊，啊，古典，我在洗礼哦，啊，要他们都能够接受洗礼，哦，安尼咱才会放心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心，哦，啊，求主要稍微稳定，求主要是个恩典，哦，跟咱每一个家庭来同在，与我们每个家庭同在，哦，啊，咱暂时休息十分钟，啊，我们暂时休息十分钟，咱开始的第二次祷告。Thank you.
免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所跟恁做伙来分享主耶稣恩典。奉主耶稣圣名，谢谢你。这件这个新的恩典啊，这一件是恩典啊，是伫二十五当前就已经，25年前是啊，我负担伫托付教会啊，我负担辅助教会。到1979年，大约1979年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托付教会负担的时阵啊，从第二负担辅助教会的时候啊，那边的年会啊，在主耶稣安排咱三多教会，主耶稣安排我们三多教会，一个托金章传道，就是福金章传道，派去托付灵恩报道会，派他到服务灵恩报道会。哦，爱去的孙啊，他去的时候，伊讲哦，我这边来啊，他说我这次来，要带你来非洲佚佗，要带你到非洲游玩。哦，所以我就好好甲听，就好好的听。所以变的灵恩会啊，哎，那是的。啊！伊就拢讲到伊去非洲的一款代志，让阮听。我感到他到非洲的一些事，所以让阮听啊，真感动的。所以这20几年来啊，对，20几年来，啊，拢因为伊这个文件让我真感动。哎，这个文件让我很感动吼。啊，伊讲吼，伊国校5年的时阵，啊，说到他国小5年级的时候，哦，因为伊的家庭无平安。啊，因为他家庭不平安。厝内清财就咧问神明啊，家里面时常在问神，清财都有当地伫因遐咧吊灯啊，是啊，有这种在上面挖挖土。哦，所以啊，伊就国校5年时阵啊，所以在国小5年级的时候，到老尾才来信耶稣，到后来才来信耶稣。哦，啊，来信耶稣了啊，信了耶稣之后，啊，以后是读册。以后是读书，哦，读嘉义农专呢，就读嘉义农专，跟咱的团队赶快嘉义农专呢，啊，跟我们强盗是一样的。啊，伊讲伊是嘉义农专第一名毕业的，他说他是嘉义农专第一名科的，就是他那一科，原来什么农业科的，啊，园艺科，哦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毕业，哇，结果啊，结果呢？啊，伊到老尾考试，啊，后来考试，安尼民国50几年啊。啊，民国50几年，这个农耕队的啊，有个农耕队，还是考农耕队的，他就考农耕队，哦，还是这样考的啊，真的考上了，哦，还准备去非洲啊，他就要去非洲，一边去两冬，一次去了两年，哦，哎呀，感觉真欢喜，哎，也很高兴，哦，伊民国50几年会当去美，会当去赚美金啊，足好的，啊，民国50几年能够去赚美金还当好，民国50几年哦，一个月是薪水啊，啊，民国50几年的一个月的薪水。哦，我听讲一个月薪水超500块呢，啊，这个工资一个月都500块。当时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500块。但是伊一边去，还有两工回来，那一次两工回来，一当赚几啊十万啊，能够赚好几十万。哦，所以迄个薪水也是讲比咱伫台湾哦加几啊十倍啦。所以这个薪水比台湾是高。所以讲伊要赚美金真欢喜。所以他说他赚美金很高兴。本来哦。我来出国佚佗，啊，就是说出国游玩。民国50几年，每年都当出国佚佗啦。像民国50几年都能够出国，真好，很爽啊。但是哦，有一项问题啊。啊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去非洲迄个所在嘛，真危险嘛。哎，到非洲也是很危险。哦，毛毒蛇、毛野兽、毛一块，这危险的代志啊。啊，有毒蛇、野兽，也是有一些危险的事。哦，哎，蛮欢乐。啊，快快当心。因为哦，伊国小5年信主。到伊要去非洲，拢无得到圣灵，拢求无圣灵。啊，因为从国小年纪信主到非洲之前都没有圣灵。啊，所以哦，一项较遗憾的是讲哦，无圣灵啦。啊，所以一件很遗憾的就是。啊，要出国去吼，卖惊吓咧。要出国就会害怕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要出国的时阵啊。所以要出国的时候。跟教会讲。就告诉教会。教会就安排去因家家庭聚会。就安排到他家里家庭。哦，啊，讲伊要无圣灵，啊，大家帮助伊祈祷。他说：“爸，没有得到圣灵，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”讲出来说有够听哩。说主耶稣非常爱。伊因当家庭聚会时阵，在他家家庭聚会的时候，哇，传道特别帮助伊按手祈祷。传道特别帮他按手祷告。伊从得到圣灵，他就得到圣灵，不是充满，而且很充满。哦，所以啊，伊足感动的。所以他很感动。伊讲
做呀，做呀，说做天啊，耶稣主耶稣来爱我，我要来回救，不要去回收了。哦，啊，主耶稣这属性连好我，主耶稣这属性连给我，跟我同在，跟我同在。哦，所以我足欢喜的，让他觉得很高兴。所以就安尼讲，他就说，伊讲哦，我这边来回救，我这次到回州，第一来探美金，第一赚美金，第二要来出国七天，第二出国旅游。第三，我今摆要特别一项啊。第三又多了一件事，我要为主做工，要为报答主，报答主。因为主耶稣真正真疼我，因为主耶稣真的很爱我。哦，所以啊，安尼就去非洲啊，就这样去非洲。去非洲两天回来啦，去非洲两天回来，我赚几十万，赚了好几十万，买一块土地，买了一块土地，到处去用，买一块土地，在博子那里买了一块土地。对，哦，哎，过来两天，再来两年，哦，不等了，又回来了。哇，买一栋三层楼啊，高雄啊，在高雄三多路遐，买一栋三层楼啊，隔间哦，三隔窗的哦。啊，在这个深沟那里买了一栋三层楼。哎，民国五十几年啊，在民国五十，五十八年，大概五十八年，一栋啊呢，25万，一栋才25万。啊，买就买了，哎，这个是。就是、我只买过来两单，我再去两年，他赚一块，等来做本事，赚一些回来当本事。哎，我伫只开店，来这里开店，我过两单等来，我就会当哦，啊，轻松啊，做做头家啊。啊，再两年回来，我就轻松当老板了。哦，好，过来两年，好，就去两年，结果去了，做一单呢，大概去了大概一年。哇，去哦，迄个非洲的，迄个毒虫走对迄个。为了电啊，对非洲里面的毒虫跑到血液里面。伊讲哦，咱人哦，较早的时代哦，拢做些面虫啊。哎，我们早期都很多那种。那大家囡仔常拢有面虫，大概每个小孩子。因为较早拢无穿鞋啊。因为当啊，咱这个脚骨哦，迄个拢对这个脚骨内底造物品。啊，都是从脚底的毛细孔跑进去。哦，埃及每个非洲啊。啊，这是去非洲。因为听到遐已经第三摆。因为。第三次去了，哦，所以啊，有当时去做人不用更加看。啊，有时候在工作时候都是。拢去教人建厂啊，教人建材。啊，教人家种田种菜。建地嘛。哎，种稻。啊，结果叫从迄个所在从毒虫走入，结果被那当地的毒虫跑进去。走入去血内底，跑到血液里面。哎，血内底一直生哦。在血液里面一直繁衍。哎，讲哦，种毒虫足厉害。我这种毒虫很厉害。因进前迄堆啊，之前那一队哦，因头前迄堆的队长啊，在他们前面那一队的队长，我那有这种毒虫，也是被毒虫灌进去的，结果死里非洲，结果死在非洲。哇，死里非洲哦，迄个所在无人咧卖棺材，哎，在当地也没有人卖棺木。所以因个队长，因个队里的人为着伊死里非洲，足麻烦，足麻烦。哎，他们的队员因为队长死在那里，觉得很麻烦。哇，啊，所以因。伊钓的时阵，伊有咧钓这种毒虫，甲迄个队长同款。哎，他的病跟那个队长是一样的。所以哦，伊这队人足紧张的。所以他们这队的人也是。哦，一直吹啊，一直吹。叫咱国家应该送回来，莫死里非洲啊。哎，要国家赶紧把他送回来。所以国家拢用专机，给送回来台湾。所以国家就派专机把他接到接回台湾。啊，从伫高雄医院边的医啊。就在高雄医学院治疗。哦，啊，这伫高一的时阵啊。在高一的时候。哦，伊讲伊种药啊足强。他说那种药很强。迄个药食落头壳足戆的。那药吃下去头昏昏。啊，这边伊个药啊嘛无法度开始来对。那个药也没有致死在里面。伊即摆去高雄医院医生啊。在高雄医学院的时候。啊，就甲抽血出来检查。抽血检查。抽一滴血出来。抽了一滴血，内底都有毒虫啊！里面就有虫了。啊，这毒虫哦，伊就生活。这个毒虫一直繁殖。15天啊，15天就生一世代啊。15天就15天就生了一摆。15天就生。啊，讲我看你生出来时阵哦，在生物繁殖的时候，迄种一日一号，像迄边讲的样啊。都有痕迹。啊，足痛。哎，会痛。好足痛，足痛。很痛哦，伊讲哦，伊一直想要自杀哦。啊，他一直想到想要死。伊讲哦，这种痛苦啊，比死还艰苦。啊，他觉得这个痛苦比死还难过。但是哦，伊讲伊袂使自杀。但是他说他不能自杀。因为伊对
国小五年信主，伊知影。因为从国小年纪就信主，他知道。当自杀就是开朗，自杀就是杀人。开朗无烟香啊，杀了人就没有。所以自杀袂当去天公的，自杀不能到天。啊，你自杀掉去阴间地啊，到阴间地狱。迄个所在嘛是堂的堂，在那里也是存在。佫阴阴温温啊，而且是永远的。所以啊，伊讲伊也无信耶稣。所以他说他若是没有，伊也唔知影讲落去阴间的痛苦，他都不晓得到阴间的痛苦。伊讲伊绝对自杀，他绝对会自杀。这种痛苦是无法忍受的痛苦，这种痛苦是没办法。十五天都死脱，十五天就完死一次哦。啊，一个结果呢？迄个药啊，吃啊，那药吃了，足久呢？非常强烈，无法度开始来对他，没有办法杀死里面的虫，干呢无法度安怎？只有怎么样？控制伊嘛，一直死脱。只是控制它不能繁殖而已。哦，啊，吃落去哦，药啊太强，因为药很强烈，吃无偌久呢，吃了不久，伊肝歹去，要肝，肝拢歹去，啊人拢肿的，哎，肝不好了，人都肿起来了，伊衫拢袂清净，连衣服都不能穿，鞋嘛拢袂清净，鞋子也不能穿，规身骨拢肿，全身浮肿，哇，汗流太细啊，哎，杀不死虫，啊，肝衰歹去，结果肝脏受损了，所以迄个时阵。在当时，哦，伊真正真做咯，他真的很绝望。伊讲吼，哎，我本来是要等下南楼卡做头家呢。那时候本来我是想回来再加。啊，想袂到讲无等下做头家，所以用专机上等下楼顶咧等死啊。哎，结果想不到不能当老板，而且到楼下。伊就是讲有够失志的，当时非常的气馁。做，伊讲吼，所有的亲戚朋友教会人。所有亲戚朋友，伊拢无爱去，都不见。无论啥物亲戚朋友，到人要来找伊，拢无爱去啦。啊，无论是亲戚朋友，教会的事都不见。伊足绝望，伊就去等死。因为他很绝望，在等死。哦。啊，伫这个时阵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啊，拄啊有人讲要来租厝，啊，刚好有人要来租房子。哎，啊，伊又想讲，安尼蛮好啦，那想这样也好啊。哦。啊，人要租厝要。做学生买店，啊，要租房子当汽车店。哦，哎呀，安尼，伊即马也无咧收入。啊，现在也没有收入了。哦，做人从做学生买店来加点收入嘛好。啊，租给人家也有一点收入。哦，但是吼，但是呢，伊在拍费用的时阵，在打合约的时候，伊个咧一条尔，只有一条，未使，除了一领所教会的。宗教活动，除了真耶稣教会的宗教活动，伊个以外，这个以外，有啥物宗教活动？其他的宗教活动，而且发生在这里发生，马上要搬走，马上要搬走。我伊个拍这个费用，只有签这一条而已。哦，伊讲我，伊个最后讲我信耶稣，然后告诉对方我信耶稣。啊，我遮拢袂使搞拜，在这里不能拜。你若伫遮拜，伊啥物啥物宗教活动，在这里都有任何宗。就爱挂账，就马上搬。你刚才下这条契约，只写这条契约，哦，啊，结果，结果呢？哦，啊，开始做生意，就开始做生意，生意做好诶，生意也很好。哦，伊两三个师傅一直做，哎，有两三位几乎一直做，哇，都做到半夜十二点，做到半夜十二点，生意做好诶，生意很好。哦，啊，这，我头家嘛真欢喜，啊，老板也很高兴，哦，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哎，做出生意啊！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哎，伊就派人讲要来买厝啊，哎，就两人就派人要向他买这个房子，哦，就派人来啊，就派人来了，哎，就开口告诉他，哎，有人要给你买厝呢，哎，有人要向你买房子，讲五十万给你买呢，要五十万给你买，伊二十五万买，啊，五十万就加一倍啊，二十五万买的，五十万就多了一倍，讲我厝家己要大，我无要卖，我说我房子要自己住。哎，过一阵子又来啊！过一阵子又来了。哎，我七十五万你肯定卖呢？我七十五万要向你买。我三倍啊！三倍的。我不卖呢。我没有要卖。过来一百万你肯定卖呢？再来就一百万要马上买了。哇！你讲我不卖呢？我说我不卖。好，结果我到老尾啊，因这个，我都卖掉了。这塞亏了。到后来，这个汽车店的那个收入，哦，啊，跟这个买来买厝的这个，还有要来买房子的这一位，哦，伊就生气啊，他们说生气了。这个人哦，足高官，足
这个人很难过。这个人哦，敬酒唔吃多啦，吃罚酒啊，敬酒不吃，要让他吃罚酒。哦，啊，几贵啊，卖了两杯都唔卖，多了好几杯，要送他买个不卖。哦，所以你怎么够卖两杯？要跟送他买的。哦，奶奶叫干弟，我们来叫鸡头来上干，来做，啊，来来苦瓜水。来杀无所谓，甲富阿因厝内人，让他家里的人，大家拢爱精神拢在讲，安尼错乱，让他们精神错乱。哦，啊，咱哦慢慢甲租啊，我们也不会租了，甲霸占起啊，就把他霸占起来。因为这个人太高贵，这个人太顽固了。啊，要甲买唔买啊？要买唔买？哦，敬酒唔食，要吃罚酒啊。敬酒就是要吃罚酒。哦，安尼长寿，就这样商量。好，那好，几日啦？有一天，伊们起十一点四十，晚上十一点四十，哦，突然对着咧困，突然到他们在睡觉，忽然间啊，突然间，我楼下就吵，啊，在楼下很吵，一切不，他醒过来，十一点四十，十一点四十，我楼下在吵，楼下怎么这么吵？啊，那响更，怎么那么亮？哦，啊，伊讲哦，伊国考五年的时候，因到刚嘛咧当地上班，他说到他家，他国小五年级的时候。他家里一接电话就打，当地上当啊，他马上觉得发现说是系统在做法了，我在楼下来上当，在楼下做法，啊，那配客又给我拍好了，啊，这契约已经合约打好了，哦，未使直接拜，未使直接冲到我当，不能在这里拜，不能在这里，那不，我要想办法解决契约，不然我走，就马上解除契约搬走，哦，一个配就配一个。你准他比过来十年左右，啊，大概一五六十年左右。哎，伊就提着银钢啊，他是拿着铜板，要去敲电话，要去打电话。因为当时真个无电，因为当时家里没有电话。我提着伊要敲电话，警察来，要车警察来，他要打电话来找警察过来。哦，啊，但是伊敲电话，但他在告诉他，你看你讲搬车了，然后他就说等一下吧，先记得啦，先祷告。我一个人讲，哎呀，太难了，讲容易啊！大家这样说也没有。看四篇五十篇，我们看四篇五十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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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篇乘五十，四篇五十篇乘五十，四篇五十篇是694页，694页，694页，四篇五十篇乘五十，四篇。十五节，平爱的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这个搭救你，你也爱应了我，哦，是讲哦，神安尼讲啦，神只有这样说，咱的患难的日子爱要求告神啦，那患难的日子要懂得求告神，神讲也给咱救啦，神说他会救我，那么都要应了神，我们要不要神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好，咱先祈祷，好，就先祷告吧，啊，就跟太太，跟囡仔拢叫起来。房间内底祈祷，那太太、小孩子都叫起来，在房间里面祷告。第一次在房间里，在二楼的房间里面祷告。哦，在祈祷时阵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哦，伊楼下吼，我那厝边隔壁拢走来看。哎，楼下的隔壁邻居都跑过来看了。哦，哎，厝边隔壁讲，隔壁邻居怎么说？老魏也讲，后来告诉他了。哦，恁楼顶有来出些人吗？你们楼上来了很多的人。哎，当地哦，人家咧上当吼，啊，还有恁来做些人，当地讲退单嘞。哎，你们楼上有过来，在系统在做活的时候，就给我退了。哦，我楼顶哪有来做些人？你楼上哪里有来？楼顶的贵人，人家咧祈祷你啊。楼上这几个人在祷告。而且改遐外邦人，来告诉那些外邦人。不是来做些人的啦，不是来很多来。哦，你讲来做些人嘞？迄毋是来做济人诶，咱来看四篇。我看四篇，四篇，34篇，34篇，四篇34篇第七节。四篇34篇第七节。四篇34篇第七节。34篇第七节。邀我来书架，一见会议诶人，四围安营，大救兵。哦，用神诶书架。对，做到神的使者。四维安尼啊，在四周围安尼，你该救啊！在当救要救他们，爱民是一敬畏神的人啊，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。伊虽然身躯病到这严重啊，但是虽然身体病得很严重，等死了。哦，伊蛮敬畏神的，他还是敬畏。跟人拍天有个时阵，跟人打契约的时候，哦，
礼赛也要拜，不能在那里拜，你就敬畏神，那是敬畏神的。所以哦，哇，这当地来的就当，所以基督在做，一直祈祷，一祷告，哦，然后看见出名店的，哦，那店来做这人哦。楼下的隔壁邻居说：“楼上为什么那么多人？”我讲不是来做这行，不是来了很多人。神的使者四围安宁来得救啊！神的使者在四围安宁来。所以那时阵啊，当基督替人走出去，所以基督就退了，就走出去了。这走出去后，替人就走出去了。啊，过去先过，过了不久，哎，又去，又去聊天的地方，他们还在楼上祷告。这魔鬼都服过来，魔鬼又来了。哦，这魔鬼吼服过来，可能不卡济啊。啊，可能比较这次来的比较多。哦，这个魔鬼吼服过来协助啦，一打基督徒抢人呀。啊，这魔鬼来的时候，这个基督徒开始做，一直撞撞对头进去的，一直冲往楼上冲，一打基督徒冲对头去，没得听嘞。往楼上开始冲了。哦，可怜咯，这圣经讲，这魔鬼是非常的辛苦的吼。哎，啊，佫带佫较济，比家己较恶的鬼来个。像圣经上所记载的，离开之后带了更恶、更多的鬼来。哦，佫蛮来，一下子老电去，那往楼上冲。房间去哦，你门锁了，你房间内也记得了。那门是锁的，在房间里面找到。当基督徒当做那一个洞。哎，基督徒做完，开始有力量在敲门。都弄不过来，越撞越大力，敢门那么快，结果把门撞坏了，破完也去。进去，还能回点钱。他们说不要来，我当地去了，呼呼呼，我一个呼，两个人呼。基督那个嘴就一直喷这个口水。我爱那地啊，我来，我呼能听见我的。这次口水喷到基督的大腿。我那时阵啊，在当时，看看对吧？我从大门一跳呀，就站起来。我就生气，生气。哦，啊，门弄门牌啊，人家给我出。啊，把我的门撞坏了，这个。喷浮水，伊就想到耶稣讲的话，啊，想到耶稣说的话。那慢慢给我们讲经，看马可福音十六章，马可福音讲经，马可福音十六章，马可福音讲经，马可福音十六章，十六节，马可福音讲经十六章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，主要说完了不？先以受洗必然得救，唔信的得较被定罪。十七章，信的人得较有信义，随着因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讲神方言。伊就想到主耶稣讲的话，哎呀，想到主耶稣所说的。信的人得较有信义，对着伊啦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了。就是咱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就是能奉耶稣的名来赶鬼，所以就想到主耶稣讲的话。所以他想到主耶稣说的哦，这当地底下就当地下有我主耶，这个基督在做法，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就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哦，你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当地是骗的，那基督马上不能做，他高了，我低下来，哦。拢无力，都没有力量。老白目了，口吐白沫，唔知人去啦，都不省人事了，别跳啊，不会跳了，还有跳一步，走一步，啊，记得跳一步，那基本就退了一步，记得一直退，记得一直退，啊，记得退到这个门外口，就退到门外面了，哦，退到壁啊，退到墙壁了，这个奉耶稣名赶鬼，再说奉耶稣的名赶鬼，但这种。这里啊，这基本就坐下来了。拢唔知人伫遐咧喘，不仅人是在那边，只要看已经十二点四十了。你看，经过一点钟，经过了一个小时。我唔知要困了当时，不晓得要睡到什么时候。看老板就在说啊，啊，因为下面这当地嘛是吼，做魔鬼的奴才嘛是可怜呐。啊，找到主耶稣，求主耶稣赦免这个基督是魔鬼的工具，也是很可怜。就这样说，你这人欠一点东西。和主耶稣，让他赶快醒来，回去吧。我现在到老母的车过来，结果后来就醒过来。哦，哎，当地的边个对一个，个一个左手啊。哎，这个经常的旁边还有一位助手，那左手都走袂了，他都走袂，走袂了，他都臭袂了。这个助手跑上跑下，就紧张了，非常紧张。哦，那就问那隔壁啊，就问隔壁的。哎，也是阿南搞的。哎，他们是亚当教的吗？不是阿南搞，还是亚当教的？亲耶稣搞的。
是基耶稣教的。好、哦，哇，耶稣教过，哇，耶稣真的很大，感激啊，他们话是写两配的。啊，基督被啊喊了一声，就不能做活了。哦，叫了感激，切完了后该走了。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啊，他倒头两个拢张飞闭起来，变成只啊，还别的副总都不会，赶快闭起来里面的。啊，不能倒着回去。让道德下去。哦，原来哦，伊个楼卡伫遐办手续，伫遐咧办。原来在楼下办了很多基础在办，当地点情况，啊，基础在做活。这个做医生啦，嘿，当地个电电动车后边个，个手干啊，后面个不是啦。啊，结果在进车后面又魔鬼上身，一直来，一直不来，一直不来，哎，又开始做活了。哦，要搞呀，要来了。超离六千，大概距离有六十。红叶上面赶鬼，红叶上面赶鬼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时候十二点外，讲厝边隔壁几百外人。哎，当时十二点多了，隔壁邻居回来一百多个。大外人在看老爷了。哎，有一百多人。等伊去承担了。这基本又开始做完了。红叶上面赶鬼，红叶上面赶鬼。那基本退场。哎，基本又。他快不高了，头又低下来了。啊，高点风了。哎，火兔。都在了。都不行。是，他就跌一步，他就走一步，就退一步，他就退一步，跌一步，退一步，好，不退一步。哦，退到那边是排水沟啊，这个那边有排水沟。哦，没得特长哦，快那边那边到排水沟啊。那个助手啊，看到他又到了排水沟，还变得比较浮嘞，赶紧扶着他。装浮衣，嘛不知哪个那个浮衣浮罩，哎，就把他扶走了。哦，啊，这里突然在讲哦，哦。伊迄一暝哦，足欢喜。马主管告诉他，那天晚上真的很高兴。总欢喜啊，规暝拢无困。结果欢喜到整夜都睡不着。啊，等到天未光啊，等不到天亮，他天刚亮就到了，赶紧打电话到教会。传道啊，哦，传道。哦，我真没，我到发生这样的事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。传道感动，传道告诉他，哦，安尼哦，要承受了，感谢主。安尼哦，伊爱来做见证。这样你要来做见证啊。啊！伊阵哦，规身躯拢肿嘞。啊，当时全身都浮肿。啊，规身躯每一滴血拢有毒虫。每一滴血都有毒虫。啊，虽然病到咧，伊要等死啊。啊，虽然病得很严重，到等死。哦，但是真感谢主，但很感谢主。这件代志了，这件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哇！伊无个失志啊，他不再气馁了，不再绝望了，不再绝望。伊对主耶稣有信心吗？他对主耶稣有信心。伊从带着这个破病的身躯，他就带着生病的身体，去教会做见证。到各教会做见证，那天教会见证，这个教会见证，面对各教会见证，到那天教会见证，见证归本了，见证几次以后，哎，伊的身躯在一直消了，他的身体就开始一直消了。然后去检查身体，哎，肝拢恢复正常。啊，然后再检查身体，肝又恢复正常了。会检查验血，哎，拢无半尾虫，哎，都没有虫的。哇，感谢主耶稣，安尼哦，啊，我这条命吼，主耶稣既然将我这个生命，把我好过了。感谢主耶稣将生命给我。我把这个，我就把我这个。我的生命奉献出来，我必须将我的生命奉献出来。所以从去到神那里，所以才要去读神学院，去做文科，去当传道。啊，做到二十五年，啊，做满二十五年，退役退休了。刚才做几万个，几万个减掉。啊，现在还很健康。啊，所以我二十几当时，所以说二十几年之前，你要讲这个经过。在那讲述的经过，我是感觉讲真感动啊！我觉得很想感动。当然第一下，当然第一，咱来一路神的稳定关系。我们要有神的。虽然伊迄阵龟仙姑嘛拢静啊。啊，虽然当时全身。虽然龟仙姑每一滴血拢被毒虫，全身的血液都有毒虫。哦，但是哦。因为主耶稣给帮助这件代志欢喜，但是因为主耶稣帮助他这件事情，他给很高兴。伊都欢喜几年，欢喜到天光也不容易，欢喜到整夜都睡不着。哦，所以哦，我是感觉咱吼，咱在这世间，当然啊，苦难。我觉得我们在世上都有苦
平安。圣经嘛讲，我们进入新的国了。圣经上也这样说。经过经济艰难啦，要经历很多的艰难。哦，所以哦，咱在这世间一定遇到经济超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超的。哦，咱虽然这个天国恩嘛，虽然我们有天国，但是圣经讲到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要经过百般的试炼呢。你要经过百般的试炼，好咱比金啊更加宝贵。那我们经验。所以咱喜怒可能超人，可能愈来愈完全了。所以神都会超越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完全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在这世间啊，就是苦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、艰难、超人，有艰难、有超人哦。啊，但是吼，咱卖因为安尼那种失志。我们你看，因为这样就本来就是通通中嘛失志啊呢。本来这位传道也失志了，大家拢秘在头顶。每天都拢闭了，头上不见不愿意去。常咧吹嘛，讲不爱去。哎，教会人咧访问嘛，无啊。教会人咧访问足实际，非常气人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咧一过困难的蛮实际。所以有一些困难让我们不知，但是咱咧想着主的恩典，但我们要想到主的恩典。哦，主耶稣帮助伊，也过这魔鬼。耶稣帮助他胜过这些魔鬼。伊为着安尼欢喜归眠。啊，为了这样高兴一个晚上。哦。所以讲，咱虽然有艰难啊，所以我们虽然有艰难，咱嘛爱欢欢喜喜，我们要欢欢喜喜的，想着神的恩典，想到神的恩典。哦，恁咱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哦，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，咱拢有神的恩典，都有神的恩典。咱来因为神的恩典来欢喜，不要因为有神的恩典来欢喜。哦，虽然落在百般试炼中，虽然落在百般的试炼，嘛是爱大喜乐啊，也要大有喜。哦，莫因为神的恩典来感动，不要因有神的恩典来感动，莫拢叫这困难把咱，把咱心智拢压倒。不要被这些困难压倒了我们的心智。咱来想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要想到什么？咱欢喜感谢，让我们欢喜感谢哦。安尼啊，咱就是对神有信心嘛。这样，我们就是对神有信心。神帮助咱，神帮助我，那对有信心。虽然有这艰难，但是我对神有信心。大家对神有信心。哦，安尼啊，咱面对咱行过这困难。第二，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。第二项呢？第二，第二项就是，伊就开始为主做见证。他就开始为主。咱有得到神的恩典。我们得到神的恩典。虽然规身骨拢病哦，虽然全身都是病，病要死哦，病得快要死了，但是。伊嘛是打出来见证神的恩典，他也是发出来见证神的。哎，伊咧见证神的恩典，见证神的，神说从何人变拢好？在这里见证，在那里见证，结果神让他病痊愈了。所以讲，咱虽然有些困难的在前，所以虽然我们有一些困难，咱来对主有信心，我们要对主有信心，咱来求伊咧，比如神的恩典欢喜。要像他一样啊，有神的恩典来欢喜。好，咱如果都赢过一切，靠主赢过一切困难，那我们靠主胜过一切困难。那就大卫，就像大卫。哎，哥利亚一样骂啊！哥利亚在那骂，大家会吓死啊！大家很害怕。嗯，大卫讲，神较早捌帮助我打死西啊。大卫说，神曾经帮助我打死。神捌帮助我打死人。神帮助我把熊打死。今天你这个哥利亚这个困难在这儿。今天哥利亚的困难在这里。神来帮助我打死哥利亚。神也要帮助我打死哥利亚。所以对神有信心嘛？所以当对神有信心。所以困难哦，冇神帮助困难哦。所以神也帮助过我们。神就是爱咱提出信心嘛。神就是要我们拿出信心。其实神哦，足疼咱。其实神很爱我们。圣经安怎讲呢？圣经怎么样说呢？神的目睭啊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啊，遍察全地。什么神都这么用心的遍察全地？为什么神这么用心在遍察全地？伊就是讲要显伊的大能啊，就是要显出他的大能，来帮助那些向伊心存诚实的人，来帮助一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所以神是无在看的，神不是没有在看的。神的目睭遍察全地，神的眼目，神足用心的咧。神是很用心的，咱人我拢较能吃。我们人比较。神是像咱这能吃的。神不像我们人啊。哎，
神家用心呢，神在用心的，一直在骗财，一直在骗财呢，一直在骗财。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，要靠神的人物呢，看看有没有要靠神的人。神过去给你帮助，神过去帮助人。你今天要靠神吗？今天你要靠神，就是在给你看，神就在看。看我这种人哦，看有没有我过去的救，过去我救他。你今天要靠我吗？今天要靠我吗？这种人就是神的。天大能力的人，这种人叫神要显大能力的人。所以我们爱我这个大卫，所以我们要效仿大卫。神帮助我打死谁啊？神帮助我打死。神帮助我打死人，帮助我打死熊。所以我靠神绝对不得赢。所以我靠神绝对有办法胜利的。啊，神的能力就帮助伊啊。神的能力就帮助他。这打卫连哥利亚都死啊！啊，一出手哥利亚就死了。那是神的帮助，那就是神的帮助。所以神拢在看，所以神都有在看。不是我在看，不是没有看。伊爱看咱对神有实在的心，还要看我们对神是不是有。所以这个从何得啊？哦，也怪魔鬼。所以通常到他胜过了魔鬼，吼、哦，伊就欢喜啊，他就高兴了。虽然为什么拢病，虽然全身是病，但是伊无咧惊啊，他不怕。神，来帮助我了。神也会帮助我。结果真正，结果是真的。哦，当伊啊开始为主做见证，就开始为主做见证。欸神的恩典就帮助伊啊，神的恩典帮助他。都会当，哦，安尼，伊民国从60年到今嘛，啊，大概民国六十年到现在，40几，40几，安尼，神那个过真好，啊，经过了40年了，啊，神都照顾得很好。所以我们主要说伊的大能大力，所以愿主耶稣的大能大力，我们领导咱每一个家庭，我们领导每一个家庭，咱做一个唱诗，一起来唱诗。Oh